CBA 夏季联赛，看起来就是叫四月份的季前赛的第一场比赛，是由福建队阵台湾队，是本场比赛的选手荣浩达。我来到了台湾的区啊，今天是北京、辽宁、青岛打的上一个赛区，这个赛区的第一场比赛是24号到28号来进行的。这是海峡两岸的一个算是交流赛吧，在昨天的夏季联赛是非常引大家关注的是辽宁和青岛比赛，是七平啊，现在常规时间结束了，现在常规时间结束了，最后呢是通过双方取得了协调，完成了比赛的常规时间，是不打加时赛了啊。所以说夏季联赛主要还是以练兵为主，都是一些二队球员，然后担任这个整场比赛的一个执行任务，所以说也是主教练考察队员的一个过程，最终谁能够上调到第一队，用这个夏季联赛来见证。所以说大家熟悉的一些老队员啊，可能会悉数登场，但是不会有太久的上场时间。一比三，上场有三分钟，接下来为大家介绍双方首发阵容。首先介绍双雄国蓝色阵容的队员，就是13号、5号、11号、13号、14号、14号。场上队长是16号，谢谢大家。挑战赛季将是他的十一号、八号、九号、感受到我们这个不同联赛当中的不同水平，也是有非常大的一个锻炼价值。开场之后呢，双方要逐渐的适应两边的这个身体对抗和比赛的节奏。找内线。开场之后，谭啤酒这边连续两次进攻都是找内线的这名球员。咱们下方有一名选手叫袁江江的
克拉克，其实坦比久大家可能了解并不多啊，队中有非常多的优秀的球员，而且呢感觉整个球队打起来啊非常的细腻，包括他们的七号简佑哲也是之前的联赛 MVP， 在球队内号称微笑射手，所以说整个锋线的威慑力还是比较强的。看完之后福建这边防得比较的紧啊，没有太多机会，直接跟进的三分球漂亮。开场之后福建这边的手感非常好啊，黄宇超的三分球。黄宇超啊在最近几年确实进步是非常迅速的，网友也是开玩笑啊说从炮灰变成了炮台，记得去年的联赛当中季后赛福建打辽宁，最后也是凭借着黄宇超的三分球把比赛拖进了加时。这边外线再重，坦比久这边又是一个失误，快攻的机会吹了打手的犯规，明显啊福建这边进入比赛状态更快了。坦比久这边其实这几次进攻啊，无论是由外线的出手还是内线的这个克拉克的强攻，没有找到太好的这比赛感觉。夏季联赛呢也是这个新老球员进行一个交替的这个联赛，所以说老球员肯定打的时间会相对来说比较少，新球员呢二队调上来的也是需要通过这个夏季联赛来博取主教练的一个信任，到底需要什么类型的球员，我球队当中需要什么。总体来看其实福建在去年联赛当中的成绩还是不错的啊，包括王哲林的成长以及外线的这几个投手，还有后场其实主要缺的就是一号位，去年在季后赛对阵辽宁确实就是没有带球过半场的这个理论上是传统控卫啊，都得需要外线的锋线来组织传球，所以说这是非常捉襟见肘的，尤其是面对辽宁这后场人员储备非常出色的这个俱乐部。外线还是没有啊，看之后三分钟的时间福建打了一个九比二，这次双方而出，看看福建这边回防也速度非常快啊，内线腰位的一个犯规，两队的实力呢其实坦比久的实力也并不逊色于福建这边啊，但是明显是没有进入到比赛状态。边线球这个克拉克确实可以多打一下啊，跑出来直接被封盖，篮下还是没有。坦比久这几次进攻啊明显是被福建这边预判到了，所以说你需要无球的跑动空手的移动来寻找机会，并不要常规的去这样打这个战术，为了打战术而打战术，所以说刚刚这次外线的三分球其实是按战术来打，但是完全被识破了。其实昨天咱们多聊一句啊，就是昨天的斯威咱们男篮展现出了非常良好的这个身体状态，就是这样大赛的历练来寻找这个比赛状态，后场和前场的沟通包括这个身体对抗都是非常出色，越来越好。
重点完全是在不是在斯杯，而是在后面的世界杯。顺势守了一个全场的领防，克拉克篮下还是没有啊，怀涛在要球上线，外线再来一个三分球，这球短了啊，跟进的两分，现在我们屏幕上并没有给出这个比赛时间啊，现在应该是第一节还剩六分钟，走了一半了。后场来持球，西亚才，西亚才其实还是以攻击为主啊，他现在来看啊，没有太多机会，但是也是自己在逐渐的找状态，这边又是一个二加一啊。黄伟涛开场之后非常活跃，主动进攻，主动要位。台湾啤酒被迫叫了一个暂停啊，感觉有点没有进入状态，而且呢自己的进攻也没有太多的章法，完全是通过这种衔接段的机会，包括刚刚第一个两分是一个中投，第二个是一个跟进的两分，所以说这种进攻啊完全是靠着这反击和抓一下福建那边防守端的注意力不集中，那这样也不是长久之计，所以说需要赶紧来布置一下。大家可以在直播间进行互动啊。赵泰龙不在，这种夏季联赛还是以锻炼新人为主，锻炼考察。黄伟超已经是拿到了七分，发信号了，停场了，停场了，在进行上看到看到回来之后，黄一超继续来执行罚球，他的成长是肉眼可见的啊，最近几年这个得分也是稳步的上升，在福建队外线担任一个三四号位都可以来胜任的锋线运动员，推了一个提前的进线，这次战术回来之后的第一次进攻，上线双掩护，其实摆脱是比较困难的啊，外线的三分球，弹啤酒这个外线这个后场啊，王子刚目测这个身高确实不高，而且打的是一个二号位啊，应该就一米八出头，明显的有一个提速，队友之间这个默契程度啊还是需要再加强一下的，点起来吹了一个犯规啊，台湾啤酒从开场到现在这几次进攻都比较的困难啊，从外线不断的往内线来冲击，但是这个速度啊一直就提不起来，所以
所以说你面对夏季联赛啊，福建这种锋线实力非常出色的球队来说，就非常的捉襟见肘了。换下谢亚才，换上刁正浩，刁正浩也是今年转会到福建的新人啊，之前一直在，之前在广东，他是和徐明志一起过来的，都是山东出品的这个内线。福建队中有他，有孙春鹏，都是来自山东的青训。上来之后来一个外线三分，谭啤酒明显提速啊！左侧底角的机会，漂亮！这球是一个踩线的两分啊，明智外线直接三分出手，其实应该往弱侧来走啊，这次又是一个失误，刚刚出球之后往弱侧来走，把防守人全都带到自己的强侧了。在这个夏天呢，其实夏季联赛转播和 U21 是同时进行的，U21 也是在打，包括前一段时间我们看辽宁对阵青岛，辽宁对阵北京，是上一个赛区的比赛。其实通过夏季联赛我们可以收获的是对于这些我们 CBA 的球队青训体系的一个考察。前面的辽宁队比赛都说这个大汉的接班人，其实也可以看出辽宁的青训确实做的是非常出色的。之前 U21 呢，辽宁队包括广厦队还有北京都是为我们展现出了非常优质量的青训。其实在篮球赛场上啊，只有青训做的出色，才有更好的人才储备和输出。大汉的接班人是刘彦宇，上来提速，右侧底角的机会，连续两次三分尝试啊，姜振浩直接往里杀，这次有了。姜振浩其实在最近几年啊，过得也是可以说是比较艰难，在之前在青岛其实打得还不错，然后来到了广东，广东确实锋线实力也轮不到太多的上场机会，今年也是被交易到福建。内线腰位的一个犯规，姜振浩到福建之后呢，他和陈林坚的位置并不重叠，可以多打一下四号位，因为他的背筐技术也是有的。陈林坚主要是拉开空间之后的三分球投射，所以说他在新赛季和陈林坚之间配合以及大王都是一个需要我们观察的一个点吧。这球失位了啊！哎呦，
看刚刚后边啊，西亚才是表情非常的丰富啊，非常的开心，看到后槽牙了都。上线两个连续两个掩护，但是没篮啊。直播间的朋友说，长三角的夏季联赛比黄渤海的好看多了。其实夏季联赛大家对场上球员啊，可能70%-80%都不太熟悉，但是也不乏亮点所在啊。黄渤海的夏季联赛呢，主要是看辽宁，包括北京，还有天津。辽宁的青训也是让我们今年投入到转播之后耳目一新的感觉啊，他们后场的储备，无论是这个锋线，还有内线刘彦宇，包括王化东这个三四号位通吃的大前锋，都是非常出色的。包括昨天的郭旭打得非常自信，都是有机会上调一队的啊。最后就看看郭士祥指导最后怎么抉择了。这段时间的几次进攻之后，台湾啤酒也是把分差进一步缩小，确实需要再找找感觉，因为不同联赛嘛，这个身体对抗包括比赛节奏都是有一定的差别的。连续的突破分球，但是效果一般。这次中距离干拔跳投，要不到位置，打过手还是没有，吹了一个拉人啊。拉人犯规，这一次呢，苏百章直接上罚球线。咱们需要观察一下啊，台湾啤酒这边的几个明星球员并没有登场。现在是简佑哲在三号位位置上，但是发挥也并不太明显啊。还有黄宏翰，黄宏翰是在台湾啤酒队中一个非常出色的大前锋，他在台湾联赛也是非常出色啊，得吃得喝，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也是球队当中一个核心。现在四号位顶的是黄宗翰，篮下漂亮，这样第一节比赛结束，福建队暂时领先着11分。整个第一节下来呢，台湾啤酒逐渐找回了比赛的感觉，看看第二节的发挥。我们中节间也是稍事休息。
好，第二节比赛回来，刚刚看到镜头给到的是黄宇超和夏才啊，表情都非常的轻松。第一节比赛呢，黄宇超是拿到了9分，打的还是比较的游刃有余的啊。老队员确实在夏季联赛找找状态。第一节比赛呢，福建这边的命中率是保持的不错，42%啊，2分球是12中6，3分球是7中2。台湾啤酒呢，就是手感有一些冰冷了，命中率只有22%。第二节比赛看看他们回来之后的状态啊，外线再来一个3分。看这克拉克，他的持球并不好啊，所以说可能需要更多的打一下挡拆，做一下掩护，因为看起来身体素质还不错，主要是运球不能多运。大家也可以在直播的同时在直播间进行互动啊，可以聊聊之前可能大家关注的是环渤海那边的比赛，这是长三角的第一场比赛，包括也可以聊聊后面的选秀。这届选秀是61人，创了最近几年的参选人数记录。看到谈啤酒啊，不禁的想到2017年的状元就是陈英俊，他在佛山表现还不错啊，速度非常快，机动性极强的一个后卫。左侧底角跑出来机会，中距离篮板球拿到还是没有啊，自己拨出来，跟进的2分，28-13。手机手交过来，强侧打得非常拥挤啊，这个克拉克应该是没有投篮能力的。卡米尔上来之后表现非常活跃，推人犯规。这球直接被断掉，三线快攻的机会，其实可以提前出球了啊，因为后面有2个点在跟进范宇轩，当然这个自主进攻能力啊非常自信，看看他的罚球吧。开场到现在其实福建是压着台湾啤酒这边来打的，
无论是反击的快攻，还有这个投篮的把握，以及内线，内线篮板球虽然说输了一个，但是这完全彰显出了是进攻效率高，没有篮板球，直接投进了。小心。这场比赛是江振浩转会到福建的第一场比赛，所以说自己这个表现欲望还是很强的啊。当然他的位置跟尼克尔森又是有一些重叠了，不过新赛季看看福建的大外援有没有换。尼克尔森还是打得非常兢兢业业的，也不占球权，而且呢防守端身高臂长，给王哲林解放了他的进攻。有一个反击的机会，上球速度不错，再要三分球，不错啊！现在卡恩啤酒的外线终于是开了，直播间朋友说尼克尔森去广州了啊，这个消息我还真没有听说到，不过他们签了之前北控的小外援，这个消息是得到他们官方的证实的。如果说尼克森真的去广州了，这个外援组合确实还真不错啊，一定要保持好这个健康，因为去年的伤病也是影响到了无论是福建还是广州的这个成绩。这个克拉克确实这场比赛打到现在啊非常郁闷，进攻端篮板球虽然说抢到了几个，但是进攻一个没打成，而且呢被刚刚应该是刁正浩直接正面给断了，所以说身体素质出色啊不代表技术细腻。看看两次罚球的机会，内线是不是要换一下红汉呢？台湾啤酒这边，因为克拉克从开场到现在就一分钟没歇过，而且效果也并不太好。高位持球，打得非常简单啊。给了刚刚的一个提前犯规，两边的教练啊，福建这边还是福建队原来的教练啊朱世荣指导，然后台湾啤酒这边是周俊三指导，都是常规的教练，因为主教练也需要通过这种赛季联赛来考察年轻的球员到底谁能上调到一队。直接一步过掉底角的机会，漂亮！这个接球直接投篮啊！江振浩新赛季应该也是在福建队比赛当中完成多次的这种任务。低位要一个，给了犯规，范宇轩。
北控的没错，皮尔杰克逊是去了深圳。皮尔杰克逊其实他的得分能力是超强的，而且呢进攻端的牵制力也是比较强，第一步速度快，过掉之后呢内线必须有人补防，所以说新赛季他唯一的隐患啊就是伤病。上赛季在北控打，但是伤病也确实是受到了影响。好球，这球一步过掉之后，范宇轩也是将功补过啊，刚刚的犯规这边又打成了一二加一。克拉克确实是打得比较郁闷。跟大家介绍一下，在今天上午 CBA 选秀，今年的选秀啊是完成了这个，可以说简单一点就是开营仪式。今年也是新增了草根球员的报名参选，包括 CUBA 的大学生球员参选，以及各支球队自己培养的球员都参加今年19年的选秀，所以说今年的选秀大会还是非常期待的。大家众望所归的王少杰，北京大学的内线球员，都说预定了状元啊，咱们最终看看参选的结果。如果真的像大家所期待那样，王少杰去了北控，那新赛季的北控真的是如虎添翼。暂停回来，来执行这次加罚的机会。我这距离确实够远啊，终于是这个克拉克解了口气啊，要位之后身体一个转身过掉了刁振浩，完成一次暴扣。这球是一个阻挡犯规。范宇轩这几次进攻和防守啊，感觉是越打越起劲儿。因为刚刚是在防守的时候直接一个战术性的犯规，回来之后呢又来一个自主进攻，刚刚是打克拉克二加一，这次继续在边线造杀伤。刚刚姚正浩下场之后，朱世龙指导也是给一个指点啊，这其实就是建立教练员和球场上的运动员之间的一个联系，我觉得这是一个彼此信任的过程，把你派上场完成我自己对你的这个期待，但是你也得给我回馈，回馈的不错然后再给你来进行指点。所以说新赛季姚正浩在福建的发挥和表现，我相信大家是和我一样期待的。外线的三分球，这里还是有这边周国勋的一个犯规。直播间朋友说王少杰 CUBA 打得很不错，没错，总决赛的 MVP，
他的身体条件是非常出色的，尽管大家管王少杰啊称之为条哥，因为很瘦嘛，但是他打的却一点都不软啊，非常的强硬。大家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应该也看到他在 CUBA 的表现，无论是自主进攻还是这种扣篮啊，都是非常精彩的暴扣以及隔扣都有。今年选秀其实大学生球员是非常多的啊，包括山西大学的何思雨，北大呢是刘玉辰和王少杰，还有厦门大学的袁汤文都将参加今年的选秀。准备上是总部委员常委，然后我们讲的是九号人九十号人常委。第二节比赛还剩3:22，第二节双方的进攻呢其实就是逐渐找回状态了。第一节福建打了一个22-10，第二节呢17-11，所以说团阳啤酒的进攻也是逐渐回暖。这次是打一个战术啊，上线掩护后卫直接中距离，漂亮，就打你这个克拉克啊防不出来。这次反击的上篮手感也是有一点疲软啊。其实吊内线已经失误很多次了，还是在一味的执行这个内线的错位，但是你要想打错位啊，克拉克这个自主的进攻能力又没有，所以说就是直接失误。台湾啤酒现在打到现在啊，抓反击打得还不错，剩下呢外线的单挡掩护之后的三分可能也命中了1-2个啊，但是效果也并不好，身体上挺吃亏的啊。好球啊，分差还是20分。哎，这球交代不默契啊，跑重位置了。哎呀，这个快攻让克拉克给打停滞了，吹了一个进攻3秒，三线快攻给打成这样，确实也是比较有想象力的啊。感觉还是不太默契，他和这个后卫之间的传导啊，其实是想直接手腕一点，传给跟进，但是后卫接到之后又是犹豫了。看福建这边又一次成功的防守，大范围的转移，前场球，哇，直接干拔的三分，漂亮。哎呦，这次三分球还是来自黄一超啊，仅仅3个月没见又长球了啊。
进攻欲望非常强，干拔的两分。这次克拉克终于是抓住了机会，空手的移动，怀超再出机会，这次是力量稍稍大了一些啊，看看台湾啤酒这边的进攻，控制一下节奏。看看这次怎么判。孙春鹏应该是给了孙春鹏一个犯规啊，他刚刚在和对克拉克争球的时候应该身体动作比较大，直接上罚球线。两罚全中，福建队手握第二节最后一次进攻机会，看看这次怎么打啊！直接外线的三分球，漂亮！这次直接外线单挡掩护之后啊，手不停球，马不停蹄，直接外线三分出手，来自李江淮。半场结束啊，福建队这个超高的命中率，包括外线的投射，这么大的保障，也是体现出了台湾啤酒这边确实给他防守端的限制也是比较低的。数据统计出来，台湾啤酒只有篮板球是领先的，也是进攻效率过于低啊，篮板球肯定是更多一些。51%的命中率，三分球是12中6，板凳得分也是高于台湾啤酒的啊，完全是占据着上风和主动权。黄伟超几乎没怎么丢啊，14分。我们中场呢也是稍事休息啊，一会儿我们继续来观看一下双方下半场比赛的较量。
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优酷体育为您带来的 CBA 夏季联赛长三角地区的第一场比赛，台湾啤酒对阵福建的比赛。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我是解说荣浩达。下半场比赛结束之后呢，中场休息啊，看看台湾啤酒怎么样来调整，因为确实进攻效率不高，一直被福建这边压着打。光从上半场比赛来看啊，福建队的新援刁正浩融入的还是不错的，跑位非常及时，而且呢球也可以给到。上线掩护再回过来，哎呦，这球投了一个三不沾啊，机会都出来了，能不能投进，这就是最后的终结能力了。台湾啤酒这边的周俊三指导也是有一些无奈啊，因为刚刚这个掩护质量很高了，弹出来就差最后的终结一下。小超的三分，看看这次中距离，刚刚两次罚球之后，克拉克的中距离手感来看还不错啊。球权还是回到台湾啤酒的手里，转身进来，这次两分有了。连续两次的失误啊，看看台湾啤酒打反击，这次直接切掉，前场的二打二，跟进，前场球，切得挺干净啊。这个程立焕上来之后，台湾啤酒这边的进攻和防守都有所改观。及时的出球，还是自己来打。后场球，黄一超这个球其实可以再传一下啊。啊，对不起，这是何中达。再分出来，接应有点迟钝，跟进两分，还是没有。继续上球，底角的机会，左侧三分球漂亮，这就让台湾啤酒这边内线很难受了啊！外线能投开，哎，这边还了一个，洪宗汉表现也不错。中场调整之后，明显对场上的节奏啊能找回一点状态了。大比分落后之后呢，其实两边都能找一下接下来需要做什么。台湾啤酒这边，我在我自己应有的这个账面的实力上，我能怎么把自己的节奏打好，甚至把这个比分往回扳一点，对吧？我优势在哪？这是需要这边考虑的。在福建来这边来讲呢，我怎样能把我这个
这些新人利用好，老队员来带，这个黄玉超、孙成鹏来带，我怎么能把这些新球员融入进来？我有更大的收获。长三角其实就24号到28号这个几天的时间，我怎样去感受，这个中国台湾这些球队和 CBA 球队有什么不同？现在来看，自己的控制力还是不错的啊。这就是一个不默契，一下就浪费了很多时间。篮板球，这就是一个卡位啊，经验问题。像克拉克这种外援啊，就完全达不到 CBA 的这个外援的标准。外线再来一个三分球，刚刚直播间里面朋友们，这个夏季联赛啊都是什么打法，什么球队，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其实是分几个赛区的，前一个赛区呢是环渤海赛区，这个赛区是长三角地区，都是和地名有关啊。这周围这几个球队，其实就是以练兵为主嘛，夏季联赛来找带着新人找状态，就像 NBA 一样，我怎样把我自己这个二队的球员来带到一队来，我考察球员，并且呢，就是以练兵为主。像这个长三角地区，就是海峡两岸会有一些我们中国台湾的球队来打这个所谓的夏季联赛，其实就是交流嘛，两边都是互相试探，并且呢感受一下其他联赛的这个不同。这几次进攻有一些停滞之后呢，福建这边也是叫了一个暂停。比赛其实胜负的悬念呢不大，但是剩余的时间也需要利用好。暂停过来，徐明志的表现目前来说还没有彰显太多啊，两个人需要完全的证明这次福建队的引援是成功的，徐明志和焦成浩。边线球找弱侧，这球又给了台湾啤酒一个三秒违例啊。通过现场来观察，第三节还剩4分多钟的时间，球递手过来，这就是掩护质量啊，虽然说没有投进，但是孙志萌这个掩护质量非常高，又抢回来，有一些犹豫啊，还是在找机会，漂亮，
卡米人这球其实可以再投一个，这是给自己增加信心的一个过程，身体接触比较大，对方也是还了一个两分。徐英志身高非常明显的一个一号位啊，身高分出来，中距离还是有点短啊，这次给深了，好球，台湾啤酒连得四分。又是险些失误啊，温进好球，一个人吸引两个人的防守，但是直接一个拉杆的上篮。孙春鹏同样是出自山东的青训，山东青训和辽宁青训是人才辈出啊，我们 CBA 联赛很多优质的后场包括锋线都是来自山东和辽宁两个地方的青训。小心，这个球身体接触有一些大啊，要位的时候有一些身体接触没有必要啊。双方犯规，各打五十大板啊！但是其实还好，这只是一个简单的要位犯规。一点就起啊，二三联防，漂亮跟进孙志鹏。这球起来的时候没有空间了。距离漂亮，徐明志其实他的这个运动能力也极强啊，这是来自徐明志的助攻。外线的三分，现在黄玉超这个三分球投篮啊全都是干拔，而且干拔这个高度非常高，这应该是这个夏天他的一个变化所在。哎，这个球应该是踩到了边线出界了，换下了黄玉超。内线，孙志鹏张开双臂，这就是一个非常出色的防守方式。不过对方跟进的两分也不错啊。双方的分差一直是僵持在20分左右。弱侧有机会，没有分出来，看看外线。啊，其实刚刚
屋顶的位置啊，可以分到左侧的45度。孙春峰已经是张开双手等着投三分球了啊。进攻犯规，这球要位的时候比较大，这个动作。顺势啊，顺势的倒下。上线双掩护，换单掩护，直接给内线要位。这球传的有些低，李江淮这球传的孙春鹏接的有一些困难啊，直接是传到了这个膝关节的位置。强侧接应，内线有位置没有给，其实是一个大打小，外线直接三分球，好球。时间不多了，这样呢第三节比赛打完，福建雄鹰是63-45，领先着台湾啤酒。最后一次进攻显得有一些急躁啊，但是第三节进攻来讲，台湾啤酒是找到了比赛状态，打了一个18-12，赢了6分。命中率呢也是有一些回暖，半场比赛结束是20%的命中率，应该是现在是已经回暖到35%。黄宗汉15分，三个抢断。效果真是不错啊，应该早上的，刚刚在第三节开始之后咱也是提到了啊，在外线的防守包括进攻都是非常主动，这其实就看两边球队这个比赛目的了，到底是以取胜为主还是以练兵为主。在节间的暂停啊，非常认真的来布置，可以看出对这场比赛的重视程度。第三节比赛打得确实不错啊，进攻回暖，包括防守端也是篮板球抢得不错。黄宗汉拿到了15分，台湾感觉就像我们前几天跑美国打夏季联赛啊，但是收获非常大呀！夏季联赛的4场打完，应该是5场打完之后，回来之后打这个斯坦格维奇杯，展现出了非常好的对抗，包括后场和前场的联系，主动进攻，主动找对抗，就可以说是今日不同往日。
给低位，这次找对抗，直接断球。再次换上谢亚才，换下范宇轩啊！范宇轩在上半场比赛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再分出来，走步为例。台湾啤酒这边呢，换下了克拉克，应该是换上了黄宏汉。调上来之后呢，还是比较适应现在的退防节奏的啊，因为克拉克其实他的退防速度并不是太快。这次漂亮的空手移动。往里杀，好球，一个低手的上篮。孙志鹏的中距离，漂亮，分到底角的机会。篮板球再次回到福建手中，孙志鹏的跟进造成了犯规。打得很耐心啊，前场篮板的拼抢，包括这个机动性，刚刚的前场篮板是被徐明志抢到，然后分到底角，范宇轩的机会虽然没有打进，但是完全机会出来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福建队一旦紧起来之后，控制力还是非常强的。两罚全中，这是首一个全场，漂亮！这次一旦提上来啊，给持球人压力，立刻失误，感觉没有做好接球的准备，直接是一个提前的出球。十七分的分差，孙志鹏掩护质量是真高啊，也得益于这个克拉克确实身体对抗方面不利于他的这个掩护，但是确实掩护面积也非常大，所以说这也是一直把他留在场上的一个原因。简佑哲，台湾啤酒这边的出色的锋线运动员，但是他到这场比赛来讲啊，没有展现出他当时在台湾联赛当中这个 MVP 的水平。孙志鹏。我拉开上来提掩护，底角再出机会，
范宇轩这个篮啊还是得练练。其实对于主教练来讲啊，等的就是你最后终结的这一下，剩下就全看你在场上这积极程度的防守了。你能投进，那最后终结就来自于你的这个得分；投不进，到联赛当中如果出机会你再投不进，那完全就对你失去信任了。但是不敢投啊，那咱就另说了。再次叫一个暂停，第四节上来之后呢，福建打了一个6-2。刚刚镜头给到的是台湾啤酒这边换上了朱义松，他面对的是黄义超啊，看看对位的情况。左侧的机会。又是一个失误啊，这已经是台湾啤酒这边的应该是第19次失误了啊。有19次失误确实要想赢球是太困难的一件事了，必须要保证好这个质量。尽管你进攻打不进也不能主动失误，因为一旦失误就被对方大反击。看看中距离，这球投的也是有点不着边际啊。哎，救回来，直接给到对方手中，漂亮！两分打进，还要加罚。这也是这场比赛进行到现在啊，台湾啤酒这边少见的快攻打成。还是给换下了啊，上来之后表现一般。看看周伯钧的加罚。周伯钧两打完一个二加一给换下去了，这是什么决定呢？刚把士气打出来给换下去了。看看这次哦，吹了走步，顶开防守人这一下啊，手心脚还是动了。直播间朋友问这比赛在哪儿打的，在上海，上海的宝山体育馆。接下来长三角的5天比赛全部在这个场馆来进行。没有好的接球机会，直接自己来进攻，
还是回过来外线的三分球，今天徐明志外线的机会出来了啊，但是能把握住就更好了，确实打球的这个灵动性非常强，有一点像徐杰。外线的三分球，这一下斯坦布回来撤的这一下啊，速度非常快。今天福建队场边朱世龙指导并没有出现啊，并没有到现场来。出球漂亮，摆脱外线再来机会，篮板球被台湾啤酒拿到，好球，真积极呀、啊！张成浩真积极。其实对于山东队青年队来讲，他们的青训啊培养出来的前场球员其实更多一点，后场也不是没有，像王文宇今天也是即将上调到山东一队，而后场球员应该就是辽宁更出色一些了，像郭旭，像马壮，以及咱们这几个国字号球员啊都是来自辽宁。黄伟超又一个三分球，手递手中距离篮板球，这球是前场球。台湾啤酒再叫一个暂停，可见啊，周俊三指导对这场比赛的重视程度还是非常高的。尽管说大比分落后，这也是对本场比赛的一个态度的展现啊。看自己的弟子们可能有一些松，下来赶紧来紧紧这个精气神。福建这边应该就主要强调不让台湾啤酒这边投射三分球，当然了三分球把握也不是很高啊，这应该也不是他们的孤注一掷的选择，还是把打好自己的节奏就可以了。漂亮，其实台湾啤酒在整场比赛看下来啊，他们对于后场球员的这个延误做的并不是太好，大延误之后直接被对方出球，然后有很多外线的机会，包括顺下的也可以打一下内线，这是他们可能沟通不及时所造成的。
撤回来没有机会，半秒钟还可以再打一个，直接外线的三分球。第四节比赛还有两分钟的时间，福建已经是拿到了74分，这个得分是完全及格的。这种无谓的险些失误啊，都是很耽误进攻时间的。再找克拉克，外线的三分，24秒为例。现在后场还是徐明志，漂亮，这个战术跑出来啊，注意力完全在黄伟超这边，所以说左侧的机会是完全出来了，造一个犯规，这球没有给啊。漂亮，所有人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刚刚应该是何中达这边，然后给他内线，非常的无私啊。一个错位，直接外线的三分球，跟进漂亮，一个助攻，一个两分，再次把台湾啤酒打停。应该是做一个人员的轮换啊，延误的给了一个犯规。比赛时间的最后的25秒，最后的机会，台湾啤酒还是在做人员的调整，换下了王子刚，换上了简佑哲。应该就是不打了啊，最后的时间走完，这样呢，全场比赛结束，最终呢，福建队是78-59战胜了台湾啤酒队。这场比赛，我觉得福建队确实展现出了强大的这个控制力，整体水平呢也是在台湾啤酒之上的。所以说，台湾啤酒在这次海峡两岸应该是还有很多比赛需要完成，需要去总结。而同样呢，福建这边他们对于新的引援也是。第一场比赛就有一个检验的过程，徐明志和刁成浩展现出了非常好的一个融合的速度，他们和队友之间的联系也是完全的，可以说是进行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阶段。整场比赛的数据统计，命中率和这个板凳得分，板凳得分是持平的啊，28平。然后命中率呢是45-37，福建还是略高于台湾啤酒的，但是台湾啤酒的自我调整能力还是很强的。在下半场比赛看一下数据，第三节是21-12，赢了9分，第四节呢也是相对来说是持平的。重点球员何成达是两双，彭宗翰是17加
三个篮板，两个助攻和三次抢断。稍后为您直播的是15:30江苏同曦和浙江之间的比赛，希望您继续锁定优酷体育为您带来的 CBA 夏季联赛转播。我是解说荣浩达，我们下场比赛再见。